这是美国最嚣张的一次军事行动，一支美军的海豹小队大胆闯入我国边境，不仅强行登上了一艘舰船，甚至还公然在船只上发起袭击。情况岌岌可危，我军立刻派出多架战机前去驱赶，就此一场大国之战一触即发。而影片中的所有演员不仅全是退役特种兵亲自完成，就连里面所展现的各种武器也是目前最先进的装备，电影全程高能精彩毫无尿点。原来就在不久前，美国的三名公民不幸被恐怖分子抓获，并且还被关押在了一艘海上的舰船上面。为了尽快解救人质，美军当即召开会议进行商讨。然而一个巨大的困难却摆在眼前，因为根据卫星定位的显示，恐怖分子驾驶的船只竟然徘徊在中国边境，并且船上还布满了各种武器。见此情况，海豹小队当即头皮发麻，因为他们深知一旦进入中国领域，那么势必会遭到严重的打击。 So not only do we have to secure the hostages, but we also have to take control of the boat and keep it out of China. 最终经过一番深思熟虑，队长当即决定让小队兵分两路，一队负责营救人质，另一队则控制船只远离中国。可危险的是，船只距离中国的路程只有短短3公里，所以必须要在10分钟内完成任务。于是为了避开中方的威胁，美军当即建造了一艘完全一样船只，并立刻对营救行动进行演练。可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尝试，尽管所有成员都已经拼尽全力，但原定的10分钟时间却根本无法完成。眼看是这个情况，队长当即怒火中烧，所有的队友也丧失信心，完全崩溃。因为出于对中国的恐惧，海豹小队的成员已经打算放弃，可美军的高层却直接拒绝，并要求小队1小时后就要出发。就这样，收到情报后，小队成员迅速乘坐游艇来到边境，而一场大战也马上就要上演。只见一名成员迅速解决掉一名岗哨，接着所有队员便悄悄登上船只。然而就当准备切开关押人质的大门时，突然恐怖分子却发现了他们，一时间枪林炮雨瞬间来袭，所有的子弹也如雨点一样疯狂射击。更崩溃的是，根据雷达定位的显示，船只竟朝着中国领域快速前进。 How long until they make Chinese territory? 10 minutes. Our guys beat that time in training? Not once. 情况岌岌可危，队长当即呼叫要求尽快完成，并说如果一旦进入了中国领域，那么一定要立刻放弃任务赶紧逃命。迫于对中方的恐惧，小队只好不要命一样迅速进攻。他们急忙分成两路，一队拿着切割机来到船只内部，想赶紧控制船只的前进方向，而另一队则和演习一样，朝着关押人质的房间发起冲锋。就这样经过一番射击，小队很快就进到房间里面，他们迅速开枪打死一名恐怖分子，但另一名海盗却抓起人质开始要挟。可下一秒，就这样海豹小队成功解救人质。然而更大的危险却随之而来，因为我军已经得到消息，现在已经派出多艘战机准备打击，但千钧一发之际，负责控制船只的美军小队终于打死所有岗哨进入中央室内。他们迅速关闭船只引擎，而此时距离我方的领海只有450米的距离。最终迫于我方的威慑，美军不敢有1分1秒的停留，他们乘坐飞机迅速逃走。而我方也让美军知道了什么叫做恐惧。